아차 도저 아바이 보전을 안 되냐 고개 보는데 현재 연수 신문도 조선라 역대 대리다 아차즈 매당의 주 상위 27일 신시상 일단 아이미다 현재 신문다 중국시보호 아이디 신문 매당에 연다 대바이홍나 신유치노 150나 인자야 부분 이신자 바울린 차시 이놈의 삼단자 상위 19일 아까메시 바람의 삼단자 저 시오지 모야 부분에 단에 아까메 삼단자 와음는 오신의 단 비행화이디 남은 삼단자 조치니 마시 남단자 번음으로 떴고 아무 막고 있으면 해 미쳐 많이 자고 구조 라딩이 바람의 삼단자에는 자후 빈판지조 바 아우더터무모 도유지조 이놈 타이베스 외선지님의 삼단 26일 무삼단 모순에 현재 부분의 삼단자 아이디에 아우시나 사이디 아이디 좀 살아있는 지 야다이 현자도 애너서 가이메마 호모 두는 마고 잠된자 와음지 아우스나 헌지 피타이 현자도 스람파 오스나 밤다 도스보 야야에 미신 애니보 애니보 미 잠단에서 연다이 현자 비어잉 함된 겐사이 시험된자도 하바지마저 좀 봐봐 겐사네니 연다단에 에너베이 신 에너 신베이 젠 yang mayu tan ham dala ya ya so ken sa tan evo yen tan evo zo de as ne tau ni dai xian za xin shi an jian ho zhen bang e wo mai zhi jiao shi na yen wo fu bu ci zhang wang bi sheng yi xian tan evo e ma m dan zha ma bu jian wan ho ma m dan zha wen da mo to gu he na na xian dan zhe mi da di fan zheng fu ba yan ne ya a ding nai ni bo mo sha shi nam dan zha de as na ao shu shu gu ya wo shi na xi pa na mo sha m dan en zham zui da tan e ge gui no 임다이 신자조야 부분은 단에 내나 삼타인자 보면 말해서 아이디나 하고 싶나시 그래서 진지부 시장들아 다산 산하조는 영가주 내나 삼타인자 바 50배에서 후보내다 땡기 아주 세라 삼타인자 연다조 구해이 마이자 삼타인자 개야 딱 구바모 마이자 이 신자 호맘타인자 노여담드 마오치 삼타인자 구해이 아주 처음에 마이자 후피나시 뭐 빼빼 때는나 인샨다 이현자 기쁘시 마이당에서 주 잠다인자 타이티에 이나 사람답게 따뜻한 것 대신에 아께 아빠에서 오스빼빼야 아딩에 가오티에 이나 다네보 안주모사 담다인자 저 도마도마 던지바 오스빼빼시 후피나시 아딩에서 죄인 당해보죠 이나 교통부 이신다네 연다 이현자 뭐 나는 티지현자 직강도 아주 처음에 잠다인자 베이순에 대빠야 대야 참다인자조 소단다 티파스 연다 해시연의 진지부 미니암다인자 매너 칼기다이신자 후피나는 신자 댕기다다네보 이니 참다인자 제이 너 용가주 에서 후피나 댕기 대바 오수수주 11% 이너 다의 시조 대나 참다인자조 에시메이신자 치민련자 연다 뭐 매이자 아 참다인자 우짜쪽 제비맘대 50배에서 함대 댕기 era nana ti tanta inja tengi jenja swanthie ho eso kyun eno hupina dai jenja kipu tena na mai za ham dai inja spepe akame sam dai inja mei no so to shi dai mo mai za 通勤的话是还好，因为有那个定期票可以买，所以通勤这部分比较还好，它不要涨最好。你现在到王国彩，还是买单的时候用他们男人的钱咪在做一讲eno guai。대야체임다이시엔자티파스난뜻이바야지배수대야암다소당에노타이테다동시에마이당에조대다이주하다이시엔자공시화대나남다이자오시비나시엔자기쁘다네보대나소모델다이시엔자타이테동시회호통고다이주파이니다이시엔자교통페리审议委员会和我们的现在审议要什么去台铁是28年所以也不是因为电价。那台铁现在是还在草泥阶段呢台铁如果调整一样 ，T Pass 都吸收 ，T Pass 也不会有调整。当然了，买那么电价，我是被现在做湖北那带现在高铁，那交通部现在当一部，还是买单的，按怎么说？现在也是那么，现在到底是去瞄什么的希望？啊，等些走些那么大个大古法，哎，带新的项目电价把我是被。但是你们在现在阿不然的贵啊以后吧我是贝贝啊现在什么都涨然后因为那个电费也涨嘛然后油价的部分也因为我们常常开车所以也是多少会有一点担心觉得说啊会不会一次又很多东西一起涨帮他们来找你决定当内部因为台北市长现当内因为北捷的运营成本也是我们当内部对他的登记是因为当内部占13%
红旗188，我是变了11%。哎，你不，马里亚上等着给，也是不呢，呀呀，又要打打内部。我就说中央，马个多年着我就吃了上等着，一把我是被几人的登记，那么买一张，变了行政院长陈建仁，阿这买那个立法院，也上等着就多着些呢，哎，你不，阿等于阿这很买单的，按住还是啊，他打到台湾那的需要呢，他也是阿排不准便宜。这是那边的新闻，大联合报。俺们那勇敢出走啊，身上那的装担子包，我是不背手背那的说登记，而是车上担子说台湾，马不不骑那担子呀，不不能骑那担子，马咪咪骑，阿长担子说说过我们买在呀，说阿五十那是，你装担子说买的钱在小吃店，你们上担子的马掉俺们那现在是讲，你装担的我是不背那上担子胡背那是。因为叶子啊，只是买单的，原来上等子 idea 我现在是，俺们等子买那是打鼓吧。现在的我不包是白白，现在的咱们等子我是你鼓手。因为台北，盐山市夜市肉买在料理店的老板先到那步，我说买一只，买单的时候啊，只是上等子就熬叔叔白白上等子马祖祖嘛。现在的时候熬熬米煎等子包是那把白白啊，啊，等于在那位小吃店，也专门等子就多几些不收人家公告。那事业一直没有，得做俺们等着熬热给爸，我是不背什么就做嘛。因为前年家乐福、大润发、美联社，啊，就在现在就因为这叶子也要参等着，我被那点等着，我是不背什么的登记，啊，等于买单的，安全的是爸，我是不背嘛就做嘛兄弟。现在现在就那么下么等着，屋子里这么等着，很光光，哎，不那么等着，买东西么的啊贵呢，没这么的了啊可以。但同时买单呢，华山路这么等着，就九年的买东西贵呢，么等着，奥数是这么等着慢的。因为把平了在现在，基本上么等着买的折抵在现在便宜起码就做嘛。也这么等着，不要还么毛不见的套装机呢，把明明的呢，我就说那是走。每路到现在，不用花木等着，我们就说秘密好有意思。不用到现在，干那干那不花木等着，没那说特别黑黑麦当。非到现在就不能，那么没有。不是那那到现在就不但恶过，还有那巴兰花部落，那中小学每年木等着没那多。因到现在那么下，从那东说来，木得因是个没那黑现在就。光光去，也许在现在做阿贵呢，买着装灯才可以。但同时买灯也因为多双现在荧光淘洗那么下，也很高兴。对不会在现在，毛不在现在，为了等得起买买啊，就麻烦灯在我们莫你下股各处用。华山路装灯在买的，白灯装灯在顺化装灯在阿贵呢。有的等一波，天天装灯在买的，外面的黑贵人和人家。这地那点等着便宜就买就做嘛，哎那 CP 值，我们都那那我们就背得他们。各位那用在现在做开幕的记者会，把那就走，你知道吗？你们在很多在现在票很以后都是那很。我们这次准备包游览车去，然后有限定买十张，那小姐有多给我。这一次还特别结合了部落市集，大概有50摊，不管是农特产、美食还是文创商品，都可以买得到。那这个赏萤票呢，250元，其中的100元呢，就是可以在全区那么下去消费，不管是市集还是餐厅还是民宿，都是可以折抵的。用到别的东西，还有那么下呢萤火虫，哎，你们等一下没那烧的炸，我们等那弄呢。但东山买单的，你知道的，我叔叔从买进来，你们等着，掉在一起九年了，买到了贵呢。我说了，他们等着堆起九年，你知道的黑毛，那一直走，他们等着买到了，他们等着五彩的。哎，七张箱的来是不打？但东山买单，我说买一张，我们大概搞个点，哎说没吃，哎说，像后头是在现在说阿贵呢，啊，我说等着买进来呢，好不行。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已经达到大概有3-4成的一个萤况已经出现了哈，那这个大概都有上万只了哈，那南巴夏的最巅峰的时候会达到50万只哦，是非常的多。那不像去年有点干旱，所以数量没有那么多，今年的湿气非常的好。啊，这呢现在4月28日，当年西周哎现在黑心了，现在阿贵呢，明年我们等着北大漠独居，满腹现在套装里程。百倍带现在走，
阿丁个七张相等着，有的代表他说话这次那点么等着，买的那贵呢，点么相等着是么好，啊，也么当那说等给么，买着，好点么的瓜果了在现在好贵么，点么没得么等着，没得说话哟，买的那么相等着，总爱还是么的什么的现在阿贵呢，阿外背着的便宜。每当个上等着，还是一个上等着。阿么啥湖南省的上等着，奥武西兰等下是一个主。每年奥武西兰等现在嘛不分我，哪个上等着，罗白等的上等着贵呢？每当个和啥来的上等着，那那白话就，每米在现在贵呢，和嘛可能在牛的多呢。嘛不我讲到了白的多么白的在现在就贵呢？因为那奥武西就那那贵呢，么是买在因为在现在不分的多。米上等着，奥数上等着，做好的之后，我在北海现在观光活动，买在那河上，米上等着，奥数是带出去，奥数那买单的。等到那一地做啊，回上等着做是阿贵呢，阿等着那那贵呀，也上等着，我那好那些等着，我呢，等到那最尾，现在现在还谁个做买单？米上等买了带入户，应该说无锡。那上等着没吃，俺们的我心里闷闷闷的。现在没么阿好，那哪能上等着？低头在现在买着就现在说说。那遐上等着，把们嘴一说有以后啊，这在现在阿贵呢。阿丁阳的别的东西啊，买单的遐就上等着。哪能说低头现在有机农业发展？我讲买单的，没就上等着。一话红大那块会上等着阿贵呢。一话红大的有阿福大了都，哎你的阿就吃了上等着，哎呦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了，我们现在一报的新闻的内容，也是在新闻内容。随着在现在加拿大那部，那么说103年的罗加族，每米在现在做阿段呐，那么中间我们现在就有。蒙一代现在，我那做阿段那好下去。每当个做用代现在做，就干什么就上不得。马斯克那东说哈，啊你每当个么上代现在，啊你说多几诺红个代现在，跟那个不去走，就阿么啥么个现在用别个去走。用那当个不说，走代现在呀，那马下就么上代现在占两成的那不，红去上代现在不去，怎么怎么的那现在回呀兄弟，俺得是那那搞个的呀。因为那么下去呢，民生国小、附设幼稚园，那么上面等着，比多那东山的少不起。明年多给他们等着，不要再带现在，跟那跟那户沉浸式教学。奥特曼等着，一面带现在有劲，我们等着叫有为啊，我们一面等着，没那不要介绍为啊。麦当劳，每面带现在影片在那一点，因为民生国小啊，这之后，一面带现在国做教保员，连嘛做有。阿子在现在走的好少，还有那文件账，我每年花么等着，用在现在，原来那五张么等着，50万或者80万也现在我也给你。我们民生国小哈布农族的沉浸式族语是104年开始成立，那噶纳噶纳乌是之前他们是乡托，那106年的时候他们就成立噶纳噶纳乌的沉浸式族语，那107年到108年我们只是因为合并，那噶纳噶纳乌的沉浸式族语就移到我们民生国小来，那整个乡托就移到我们民生国小来。好实施，那这个沉浸式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民生国小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布农族的小朋友，那有10%的小朋友是噶纳噶纳乌的。那有见你这样子，我们啊特别重视噶纳噶纳乌的语言，也重视我们布农族的语言。那我们是希望说两个语言同时并进，能够造就彼此之间对语言的尊重，对语言的珍惜，那彼此之间互相的交流。我们
民生国小哈对噶南噶南舞非常的重视，那最近也设立了噶南噶南舞的家屋，希望这个整个噶南噶南舞的语言跟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屋，能够造就我们语言能够产生在生活化、课程化里面。那我们的教保也非常的用心，那他对语言也非常的重视，那他不但呢，自己制作的教材制作绘本，那甚至也参与课程的编辑，那在教学上对我们这个噶南噶南舞的沉浸式族语非常的投入，也非常的支持他我一直觉得说一个孩子们的成长或是学习需要整个部落的投入，那也希望部落的大家都能够支持，然后互相协助把这个语言传承下去。那对于我们政府单位一定要特别重视像我们噶南噶南舞这样的语言，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彩的社会。我们常常讲说彩虹之美贵于它的多彩所以我们社会是呈现多元的，也希望呈现出来的语言也是多元，我们彼此之间透过语言的交流、语言的沟通，可以互相的尊重、互相的珍惜，也彼此互相的传承自己的语言。这一幅画是我们噶南噶南舞的大班的小孩，他去参加米公祭的时候，然后他所记录下来的当天的情形。那他说这个就是石椅，让观众坐的地方。那这个就是用那个打鲁普古三中叶，就是这个叶子，三中叶哈，用三中叶围起来的场地啊，观众在这边，他往里面看，这个就是他们的聚会所。那然后上面是男人下面是女生哈，这个聚会所只能男孩子上去。那他说当时的家屋就是在边，他还说他的家就是第二个。噶南噶南舞部落文件站，这个是在101年开始建立的，因为我们每个学期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国小幼儿园老幼共学的课程是在礼拜五，一周每个礼拜五都要聚在一块。有的是在学校，在学校坐在学校附近，他们的周边环境做这个跟老幼共学的课程。那通常是老幼共学是以这个噶南噶南舞族群的这种生活阶层、生活习俗来做这个介绍。那我们这边在这一站的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小朋友聚在一块，那我们着重于是在我们噶南噶南舞的语言的生活形态，再来就是再用其他的这个布农族，等于说我们这边是以噶南噶南舞为主，以布农族为辅，因为就是相互，这个小朋友是三岁一直到5岁的这个之间的距离。所以教的时候，当然我们这边跟小朋友，在这个每个礼拜的礼拜五的课程，所以今天刚好我们遇到，说我们的小朋友今天来这边，二方面他们是要借着这个时间，要过的圣诞节，要跟长辈们互相的这交流交通，在互相学习说，哎，这个。这一学期我们所写的、所唱的，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在共事的当中做这样子的表演，聚在一块。
说阿奈马奎亚阿姆找卡纳卡纳布卡耶纳也是南马西亚这个了吗美南亚也是个刚刚那达里西纳达那给多多罗妈妈呢多么多罗妈妈呢米达说卡里卡纳卡纳布没说的出路嘛当然好了是阿拉哥哥能帮忙妈妈呢阿爸最爱他们妈妈郎呀阿爸就刚刚给多多罗说卡里卡纳卡纳布就出路不嘛当然好了嘛看也是个法子不一样没有呢阿爸爸没说嘛该曾经是好嘛该拿我打给多多啊多么多罗妈妈呢马西尼亚马扎扎哈罗是穆纳族说，马盖马努达丁米达亚，就把土土路，马达拉巴族傣族马盖那国小，阿拉奈那一年级，马达拉六年级呀，也是个八字本，是那陈进士呀，穆纳族那乌达吉土土路啊，就把土土路马马努米达亚，跟马盖。安祖美尊是蹦马古，安美尊，白达有一个人的礼物，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来找我。还有，除了、大家好啊，我是赛德克族，那我原本南投县仁爱乡青爱村的，那我来到纳马夏是因为结婚的关系，那一直到1998年八八风灾的时候，刚好在我们当时是属于乡托嘛。那个老师他因为离开了就开缺哈，所以我就考试进来公所的托儿所单位啊，就在这边任职这样。那我目前在这个单位已经从事14年的工作。那我们从早期是在乡公所的乡托转到变更名称为区域公所的时候，那再回来到国小妇幼，好，所以就是。这个都在同一个班级，只是地点换了这样。好，那也很荣幸可以来到这个部落，然后一直到有曾经是主语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先找好老师，然后我们就因为他还是有相关资格嘛，幼保领域的相关资格进来以后，我们就腾松计划就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的曾经是主语到现在就是走到第7年。希望我们的族语哈，又加上我们甘纳甘他们的族群少。你有考过甘纳甘他们的那个族认证了吗？有，我上次还考那个甘纳甘他们的族语榜首。然后呢，因为我娘家的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考甘纳甘他们？你都不要考布农，怎么不要考那个赛德克？所以我那天上北部去领奖的时候，我就穿赛德克的服装。然后去年，然后那个主持人呢，他还知道说我的衣服不是甘的，还特别问我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啊，但是我很高兴我可以考上甘的甘的主语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学年度开始就变成有大班、中班、小班都在我们的班级，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班第一次啊，我在这边任职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九户哦，在我们班级里面，以前可能就一户两户。最多三户而已，就这一次啊，这么多九个人啊，九个小孩都是甘纳甘的孩子，以前可能就最多三个，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在推动曾经是族语，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甘纳甘为主嘛，我们所发出去的通知单、学习单，还有很多的亲子活动也都是以甘纳甘为主，那这样子家长就可以集中。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第一次开推动会议的时候。很多的那个甘纳甘的长辈，布农的长辈一起来参加，然后那个布农长辈是只有一个达海校长啊，就是达海校长，然后其他都是甘纳甘的，那我就在做记录嘛，我在录音，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怎么都讲布农语，我说我们是甘纳甘的曾经是推动会议呢，怎么没有讲那个甘纳甘？他们也意识到我们怎么都讲布农语这样，这是我最印象深刻的。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语言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那就是透过我们的教学的历程。然后刚开始我们在推主语课程的时候，因为回归到最根本，就是语言是从家庭开始，家庭的语言是孩子的学习的环境。好，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主语走向家庭。那我们在主语走向家庭的时候，就
刚开始很失落，是因为我们老师很认真哈，每周就是会安排时间订到家庭国呢，请他们讲主语，可是就会发现都会变成是孩子的功课，然后家长们也不太说，那我就觉得在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所有的刚刚孩子在同一个班，我觉得是我最大的很高兴可以在就是在有这样子落实我们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建议。那我们在这样的班级，很多的家长他们更能够聚焦在我们的课程里面，然后他们也都可以踊跃的参加我们所办推展的主语的工作。这样。扎尼马乌杜鲁马乌斯巴的马乌那么。我叫冯景玉。我是客家人，我是嫁到港港南府，嫁到姓孔家也算大户呢。我刚来嫁到孔家的时候，母语言后我真的是一窍都不通，然后听不懂，然后我也是不会念。那还好我有一个，我总共有两个女儿，那我大女儿也是学港港南府的。对啊，我大女儿很会讲港港南府，所以她就教我的小女儿，所以我的小女儿就是因为我的大女儿一直教，所以小女儿我不敢说很会，但是学的也算蛮快的。对，她我四岁。来，我问你，我变你怎样那么数？四八的。怎样呢？怎样？五四八的怎样那么古？哇，那么古呀那。标准。可是我也蛮感谢学这母语，我其实之前不会讲母语，我连自己的客家语我也不会讲，所以我觉得语言对我，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语言没有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个母语？可是我当我投入学这母语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母语真的是很好，高音请不要动，真的是可以让小孩子学习传统的。然后当小孩子在念母语的时候，真的你会听得会很舒服，所以家长也要跟着学习。所以我就觉得老师他们真的是很会推动这个母语，而且在每一次的母语课程都是不一样，所以小三老师真的也是蛮用心的。然后有时候小三老师很有心，就是小朋友要考主语的时候，他就真的很有心，都会一直教我们家长跟小孩子一起去再特别的加强我们的语言啊，然后告知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啊。像昨天他就是跟阿嬷他们在讲，阿嬷讲，比如说我们就讲，比如说猪好了，那他我们的布农族是不是巴布？对。然后他们的港纳布他是说，哎，阿拉们读对哦，因为他直接翻猪肉。对。那你看这就是文艺语言上就是不一样，所以阿妈他们听了也就哇，怎么那么厉害？听的话就不一样。对，就是都会两个再会对话，讲一下彼此之间的那个文化还有语言。他在三岁我就给他进去了。嗯。对，就开始学语言。三岁，今年四岁，也要两年了。扎尼朱萨多鲁斯巴的利玛勒姆比杜阿鲁夏曼马达努古，再次达努古。索南爱马古亚巴尼马顿杰南杰娜娜马古。索南爱马古亚纽瓦。马顿在哪呢？好。上海马古亚阿飞。上海马古亚李嘎。李嘎，我被你在哪呢？乌那么在哪呢？乌那么在哪呢？玛丽阿拉阿拉巴，阿阿拉邦邦阿杜，阿拉邦邦杜，迪沙尔古阿巴斯，迪沙尔古阿巴斯。他好像两年，对，然后这个三年，要三年，他三年，对，他们今年好像有改那个，就是甘拉甘拉布就在，就是大幼儿园当中，他们就是继续就是放在甘拉甘拉布，因为，因为幼儿园有分大小中班，然后。中班跟小班就是
那个甘纳甘纳舞的教学，然后大班就是变成说布农族的教学，沉淀式的教学，然后我的丽嘎他可能就是老师说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在大班之后，希望继续留在那个中小班，对，继续学习。还记得吗？我们鞋子怎么讲？十八厘米。十八厘米哦。丽嘎这个怎么讲？的。嗯，这个呢很难讲呢。党儿子，党儿子，你看你发音多标准呢，党儿子。有人会讲做党儿子，但是你发音党儿子哦，这个怎么讲？党儿子。哎呦，那这个呢？阿基比。你们有没有教你们的妈妈讲刚刚那么多话？因为你们妈妈不会讲啊，你们有教吗？啊，喝水怎么讲？你妈打你。耍一个呀，挂的感恩呐。现在在玛雅达里西纳达马达民生达里西纳达杰多多鲁马努，我有发现，只要经过有在沉浸式带过的孩子，在于在学习语言，就是甘纳甘纳舞嘛，就是什么甘纳甘纳舞这个语言的孩子。在我在教学的时候能够听得懂我在说什么，那如果说没有经过那个沉浸式的孩子真的有差，因为我非得一定要从头开始教，基本上要发音开始，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的就是罗马拼音也是要重新开始，对，因为我们在教他并不懂我在讲什么的时候，他会我只要不应该是说我在讲，因为一般我国小我会先讲中文哦，让他在讲主语，但是在没有那个学过没有经过沉浸式教学的孩子，我讲中文的时候，他第一个不会想到说要讲甘纳甘纳舞语，他一定会先讲到别的语言去发音，所以。沉浸式的孩子，因为那我打给嘟嘟拉这个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有经过这样子的孩子，就是我只要讲比较简单的单词，他们都可以讲得出来，但是没有经过的，一定都听不懂。我觉得沉浸式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真的发现沉浸式孩子在就是这个阶段在进入到国小这个领域当中，如果是循序渐进的教学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学习领域，跟这样子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去鼓励，还有值得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教学。To the local nanning and I must. Sa Iguya Bani Chalk and Canabu. Upeni Tenana Machini. Man Tenana Marco. Isinano Talisinata Musu. Mizagoya Talisinata. A Mizagoya. Tinenti Uninti Uninti. Nanning and I must. Strong Amakuya Avia. Avia. Upeni Tenana.乌阿鲁在哪那马古？乌阿鲁，埃西纳努达里西纳达蒙松。埃西纳民生国小达里西纳达。哪里阿奈祖玛木苏？耍祖玛木苏呀，巴尼。哦，哪里阿奈吉纳木苏？耍吉纳呀，贝斯。我请问你们哈，你们以前有经过民生国小的幼儿园吗？有。你呢？有，读的 logo， 你们在幼儿园的老师叫什么名字？那乌达基嘟嘟罗。你呢？那乌达基嘟嘟罗。一样啊，都是那乌达基嘟嘟罗哦。你们会不会讲卡纳卡纳布语？回家的时候？会，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晚上还没有睡觉，妈妈说帮你洗一次吧。跟你们的那个。以前的老师跟他要不要跟他说，你们跟他说个谢谢，用甘格拉姆语。阿玉莲打起嘟嘟罗，那乌打起嘟嘟罗，说说万倍。嗯，来，换你，看着镜头这边啊。那乌打起嘟嘟罗，咪咪打起嘟嘟罗，说说万倍。
好。阿拉奈那一零五简单呐，那那那么，那幼儿园一年，庙占北就是刚开始，那我们是跟我们是在高雄市的区公所，那时候是区公所那办理的幼儿园，那马达拉巴那一零八简单呐，那穆西嘎勒那民生国小打了西拿打内西，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认知是说，为什么会有甘拉甘拉的主意？那还好是因为乡托这边，那我们有开一个就是起初的说明会，嗯，对，那起初说明会就是说，那我们会先从我们的甘拉甘拉舞的文化历史来跟他们讲解，然后也跟他们讲说我们是濒危语言，那我们的语言也快就是也快消失了，所以也是希望说大家在部落里面就是共存共生活，这样子一起来学主语，那不论是甘拉甘拉舞马达苏木贡咖喱马拉斯一个也是那马努达迪因对吗？多多鲁马马努咖喱马嘎耍哈，那他们会有他们的教学课程，那我会在旁边，那我就是用我的主语来翻译，比如说，好马西尼嗲摩哈那马西尼嗲古马跟了乌鲁米达，那他们会说，那我们现在要吃点心了，吃早餐了，那我就会讲说马西尼嗲古吉吉米达，对，或者是说。嗲哥子吉米达马西尼，对，那我会在旁边附送，用主语来附送，对，那他们用华语，那我就用我的甘拉甘拉舞主语，那我们这个老幼共学已经推动快三年了，然后其实刚开始，那我们跟老人家的互动其实不是很好，因为老人家马盖马马努阿盖德格，其实也是刚开始也是一样，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断的去协调。然后共同讨论课程当中啊，然后变成现在，就是一方面是校长他很推动，尤其是沉浸式主语教学，那不管是甘拉甘拉舞的主语跟布农族的主语，他都很大力的支持。对，主要是校长，应该是说我是从每天的联络部的单词，但是有个很重要，老师要跟家长先建立关系，所以。在放学回家，其实家长他们会感受到，因为小朋友，因为家长会问，那今天在学校你有学到什么？其实他们都会问，对对。其实最重要是跟孩子跟那个家长建立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最开心就是，我早上拿打理西拿打那些马德勒斯，那我教过的学生，那我用注意说，哎，得什么啥那种，他会回答说。德古莫吉吉林啊，德古米乌，然后恁爹干嘛那个木松，然后他会说德古爹什么西马尔，他这样回答，其实我就很开心了。对，教过的学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祖祖鲁满曼谷，不多吉吉瓦伊西，米西尼，马蒂乌扎尼，达巴勒多马达巴勒米达多马多多罗咖喱干啦干啦乌米达，马蒂乌鲁锦，那我的主语也可以不断的精进。然后主要是，只要我们的文化跟语言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孩子，然后每到讲到这个语言文化的时候，我真的会泪眼蛮宽，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学到我们自己的主语，他开始悄悄慢背，对。
三在把他兄弟们哈带行为内部我叫三在了三三三三在红国的心脏们的出生了因为火车的心脏就心肺那会蓝天在面积就能暖闹一发三天在的闹会蓝天在安了把胡巴江天在使用过去哦也有办法然后你们三天在三月二十二日半天两天在要建在新美部落立体地图工作坊因为学员我们的都都那些我们的地图因为我们的现在学生啊安插们的别来一些毛费用因为嘉义基督教医院明年对不对现在双福基金会或者说新美社区发展学会因为是三月二十二日帮你需要建在新美部落立体地图工作坊因为双福基金会的督导也现在的内部因为说不写什么没有的项目等着 ACF 的那样等着要做这里面的暖闹因为回来了没有带现在红国带现在湖北或者毛湖北等的我们等着爱你下给做一位阿哥没有时候我们等着他的在说文革马革一个文革不要等着各位呢我就算等着说某人的立体地图我们等着说阿三三的算等着多红旗我们等着没有做的等着或者说毛红国带现在毛湖北行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传统的居住环境其实我们都很不知道他们的传统的名字年轻人也很少知道这种东西如果我们把它转译成电子化或者是数位化的话又可以做记录基金会在执行文件站的一些课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长辈很多次分享他的一个可能过去的记忆的一些文化故事迁移故事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记录因为我们可能对基本的地名还有就是一些区域的名字其实就不是很熟悉因为双州的现在行为现在的内部因为走我说了因为在现在不知道的办法买着内部的内部非在现在只有那点那点的人就是真的那么点的那就是真的复印一些我们的地标也参的人就都送给了现在红国的走原来的那一波特别来自我们不见得在奥斯那河以后喊法啊定义原来现在火车队现在就新币买单的按照我们关灯在是中沙非但现在马没有装灯在奥斯山灯在满里是白瓦我们都满里来想的等了今晚了按照我们灯在阿斯卡白瓦买单的我们从母社打帮迁移下来真的常常听老一辈的讲一些故事就是地名都含有一些故事然后我们我算是第三代就是已经不知道的已经蛮多了所以希望能做一个传承因为双普基金会的督导现在因为大事我就三天在做合法走的等的因为三天在面和两天在做面和妈妈的暖闹移民在现在丢在现在做部落地图移民在那边在做大量的现在买卖的等的买着也是做的真的不在现在活上得了别那么等着以后把车不在现在没得是当一步阿爸也背着的便宜用到买卖我们等着呢我记得这样叫做文化艺术节也能草草戏剧节用到那一步明年为民的现在参青春然后也买着建造红果用到那一步中我们的两个在现在专业级的人家走神团队或者是我们在阿里山国中小人家我跟着走或者往剧团明年我们在对我们的那一步演出阿里山国中小周的孩子他们的什么人在他们的舞蹈他们的人在到了那边的妈妈的怎么怎么的因为我们在现在嘉义县我们的那个舞蹈的节目叫艺术节庆因为草草戏剧节因为现在嘉义县的表演艺术中心我们的人在没有说要一辈子同为你我阿特拜现在那边咱们带来我才一模移民在现在台湾专业间的走神团队或者说阿里山国中小周的孩子为了玩具团对不会当内部因为演出歌声是走动的诗
其实大概每一年三月的时阵，挖这会相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呈现给我们在地民众一个精彩的文化活动一个文化节庆。希望民众在这里游园的过程中，除了放松之外，还带来感动跟触动。这个戏剧节他们有邀请啊，就已经有连续邀请我们几次啊，然后我们也想说让学生刚好可以走出去，哎呀啊，然后可以去表演一下啊，也让很多人可以来看哈，那边欣赏这样子，哎，欣赏周祖的一些美声。那个草草戏剧节，大东山买单，我们就上到连着马斯克菲尔那么的东西哈。华山路上等着就把这位先生表演艺术的等那部，买单先生就莫米诺、张朗和巴舒奈诺、院长，阿子带些么毛尖等着些哇，阿查把这等那部，别那上等着。把这个慢慢的移民带先生到了那边去演着戏剧，有这样的文化跟这样的戏剧张力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爱好文艺的小这个年轻人过来了。那草草戏剧节已经到第16年，那中间还有疫情啊，3年没有哈，所以我想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个草草戏剧节，大东山麦当的维米带先生当青春的王国你希望。我们都不懂，既然等着表演艺术者，啊，他们等着舞台里头有步，要么忙不过，他们等着走啊，从楼都丢了单内，对我们等着做准备，让带现在艺术，别我们等着那路忙不过去，还要等着别拉把准备，阿爸也不准便宜。麦当给他想了，我说麦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后，那北部、东北部嘛，吃麦这么大些了，免得上等着给走一次，啊，第二就是那路。东北部我想买什么专门打给我那都是国国呢你专门打那么只带现在22到26度，然后中南部时候我想买什么专门打给我们定要我现在是国国呢你们打那么只带现在28到32度，买单给我想买在迎风面把带现在人家走说呢也没这么去服用我把那带上那么打给我们吃啊，也没这么现在呢我要参加一下没得，然后在这些单的部等我想买在这边我们等着啊，给带入的单的环境不买好等我想买在这边就不背着他们，所以买这些俺们的街坊们买单，什么买单的？啊，这是上等者，要给俺说呢，蛮享受。